下面的，哎呦，没得 possible 了的呀， possible。对呀。是，没好下面的。你那个来做骨好不？好。好。这个咱的心肝功对不？对。足赞的对不？足赞的，无对。搁足好看的。搁足好看的。对不？咱讲足赞，搁足好看。台湾口音嘛，足赞，搁足好看。是啊，足，就是要叫你做足。足安怎安怎？哎呀。足安怎安怎？对啊，巴肚咧足。腰的啦，今仔日龙爷龙阿足腰阁足忝的哦。哦，就是要讲出他的特色，而且特色足腰不止一样了，对啦。小朋友试看卖哦。奶奶，咱家对后边来好不？对后边来，帮助姐姐足巧的嘛，足水的。对啊，来问看卖，今麦心情安那？哦，我听着咧足饱佮足醉的。赞！后来还有谁？哦，一成来。我就会晓走马拉松，答应嘛，讲到就好。好。走马拉松佮答应讲到就好。真正是有在做 possible， 就搞走马拉松的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讲到就好诶，好来。possible 的心地真好。嘛，心地嘛真好，嘛足巧的。心地是啥物哈？心地。心地哦，心地真好。性，咱讲伊我听头像伊的性地足好。性地你知无？性地脾气对啦，性地足好诶。性地足好，啊你是讲心地啊是心？我是说心。哦，心地啊是讲伊心足好诶，心肝足好诶，心肝足好诶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哎，不错哦。好，大家都说得很好。possible 今嘛哦，要飞上天啊诶。好 ，possible， 跟我下面要来造句了无？来，咱第二句要做这个，敢毋是？敢毋是意思你知无？迄个敢用在问句上。敢毋是？你敢毋是粉红猪？哦。敢不是 possible？ 是啊。你敢不是你的大意就厉害，佫就搞走马拉松，啊，佫就搞教小朋友，啊，佫就很倒，啊，不是我就好 possible 啊，就甜的。意思啥无？敢不是知影无？敢不是。国语怎么说？国语边来讲？不是吗？难道不是？不是。那敢就是国语的难道，所以后边按一个问号。敢不是？啊那那那那那。你要做无？世间的菜，敢不是就是卡？哦，哎，世间一切敢不是拢足皮卡的，而且还有一个皮卡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皮卡是什么意思？足皮卡，你知无？奇妙吗？对啊，世间的事都难道不是很奇妙？哎，对，我真厉害哦！好，一听，你敢是这里？敢不是？哦，可以，敢是敢不是拢在做？嗯，难道是？难道不是？拢会算。嘿，来一整。敢不是就想出伊，甲王心凌结婚啊？你先去。一成，我今日请你吃牛排，来，你用周杰伦的身份讲讲一卡下呗。开始。你敢不是就想出伊，甲王心凌还有林志颖结婚啊？你先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给我接，不错哦。哈，你真完美。你敢不是靠调台大吗？哦，你敢不是靠调台大吗？哦，台大对不对？台大啊，你敢不靠调台大？哦，你真正不是台大，你靠调台大哦。来，最后一位压轴小朋友杨瑞。杨瑞，你来就对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你来就大呀，你去了有差无？我足投入的呢，杨瑞，你知影无？开了足大，敢要记的。好，恁敢不是讲台语讲甲足好的口音啊？是不是？是。嘿，啊，不过呢，接下来介绍这个音乐酒王，伊嘛足厉害，因为唰唰唰，啊，快点出来！哈哈哈！我的插彩，但你喜欢。好了，桌球了。接下来这个一看讲完，他的桌球很厉害哦。那我欢迎黄玉文小朋友。
问你几岁？12岁。啊，你什么学校？信义国小。信义国小，啊，你今嘛唔对六年？对。六年哦，那我问你哦，你学桌球学偌久？4年。4年，啊，你学4年，你知桌球的台语要哪讲？斗球。斗球哦，小朋友，桌球是咪斗球？斗地球，好，到底是不是斗球嘞？我们来破除破了，知影。是啊，迄桌球咱讲斗球啊，斗球迄球是乒乓球。嘿。啊，乒乓球要哪讲嘞？乒乓，对啦，拍乒乓。哦，对，再讲斗球嘛，再讲拍乒乓嘛，对啊。哦，这小朋友就厉害，耶，乒乓拍个就会哦。他听好了，得到96年中正杯国小女生冠军，掌声鼓励鼓励。96年申达杯桌球锦标赛冠军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到底伊这斗球的拍到有偌好呢？咱今嘛来看咱玉文的表演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哇！学这个桌球啊，斗球啊，顾三年哦。不过呢，我们的俊伟小朋友非常厉害，因为呢，他得了96年全国申达杯桌球锦标赛国小男生中年级组的冠军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俊伟，爱玩吗？有时候你们拿这个拍子丢不丢？啊，譬如说手啊，哪里容易长茧，会不会有这种状况？有。哪里会容易长茧？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边。哦。有呢，其实有一点点茧呢。不过没有人在接收在，哎，它这里有点茧，它那夹呗。不会哦，就反正被有茧已经摩擦了丢啊。好，那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最基本的，就是拿球拍要安怎提好唔好？啊，我唔讲我问题哦，有啥物啊？我也是这款的啊。啊，有开始白白，啊，有啥物后边是乌乌，这是安怎擦？这是横拍，你这是直拍。哦，啊，两个擦的都会是因为这里头我赶快吗？所以这个直拍呢，这个地方就是有无用啊，较细细嘎嘎。可是横拍来哦，我再看一下，一下有无，就磨得比较平一点点，不会那么直挺挺的嘛，对吗？所以这是横拍，这是直拍。啊，横拍是从下面的，就是可以两面打，两面打，所以这样打也可以，这样打也可以，正手跟反手弄也塞了丢啊。嗯。啊，直拍只能一面的丢啊。直拍这边的时候还要。哦，手还弯过来就对啊，袂使你直接拍落去。现在呢，他们在遐厉害对不对？我们要跟这些大哥哥、大姐姐学看卖，安怎拍斗球胸，从最基本的开始好啊。我们从发球开始好唔好？发球，好的，发球要怎么发呢？对不对？过来，热球。给咱夹好唔好？发球就是要把它抛起来，抛起来过来的，打到自己的桌子，再打另外一个桌子。哦，抛起来啊，直接给拍过去，拍到自己的桌啊，搁拍到对面的桌啊，落掉啊，两个都要打到落掉啊。好，再做一次示范，预备备，开始，抛起来，拍自己的桌啊，搁拍对面的桌啊。好，小朋友，这是发球，我下面先。杨队来，等一下再女生哦。杨队，发球，预备备，开始！嘿，掌声鼓励鼓励！好，这个是最简单的发球，很好，谢谢杨队。紧接着呢，我们要请小朋友来试看麦，就是我们这个发球的加工啊，有分落点的所在，我赶快丢丢。落点什么地方会乱分啊？比如说，如果这样子分的话，对面打过来啊，落哪个点会较好？哦，后边那两个点都丢啊！那现在呢，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发球9宫格，来，按照上面9宫格呢。
请由我这个心灵姐姐来为大家解释一下。就是啊，球落下来的点我分对不对？如果落在中间这个地方呢，哎，大家就比较容易打得到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算它一分。啊，落在这些所在，哎，大家比较够不到，所以呢，它可以得两分。那落在这个地方旁边的角角呢，就是哎，想看是不是出界啊？到底是要拍还是不爱拍，较困难。所以这里三分。啊，你小朋友怎样哦？玉文姐姐帮我们做一下示范，我想要三分可以吗？气矿买了，气矿买，很好，掌声鼓励！呀，厉害！紧接着欢迎我们俊伟哥哥来做一下示范。预备，好，三分，掌声鼓励鼓励！啊，对，小朋友，在这个哥哥示范之后，你有了解吗？首先第一位，思婷小朋友，好，思婷小朋友来，球拍给你，每一人会再有三次机会，好唔好？吼，来，第一手，第一球，先给思婷加油一下，小朋友，思婷，思婷，思婷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很好，思婷，第一球，预备，备，开始。好，三分，来看看第二球，哦，一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过来，给他球，哦，三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小朋友，四题可以得到几分？七分。很好，第一位国手挥挥手，紧接着欢迎我们第二位国手，下面来。哇哇哇！一连安呢，显浩小朋友。显浩小朋友，我就玩到你耶，贝贝，等一下，显浩，显浩，显浩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预备备，开始，哈哈哈哈，小朋友，你在高空都会怪怪不？直接打出去。好，来，显浩，他们呢是弄起来，然后打下去，先拍到个黑洞啊，再个拍到对面洞啊，安尼你有了解吗？好，各几个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哈，这样对对不对？还不错，可是刚刚得到几分？两分。很好，各几个，地球两分，加油哦！一二三，破！一分，总共几分？三分。然后加油，各几个，打到自己。很好，也是一分，总共几分？四分。掌声鼓励鼓励。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位国手显浩小朋友，紧接着下面来，哇哇哇哇哇！一阵小朋友，请注意，来，各位小朋友，一阵一阵一阵，加油加油！嚯，很好，两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第二球，啊，弹太多次了，来，说几看。好，再让你发一球，预备。好，谢谢一分小朋友。所以我们目前现阶段的冠军第一名就是那个思婷小朋友。思婷小朋友表现非常优异，就可以他得到七分，所以他可以参与我们的杀球力气。先请我们的玉文小姐姐，还有我们的俊伟小哥哥来做一下示范。俊伟去帮我们发一下高球，开心。哦、小朋友，要看你要卖起来人哦。好，再做一次示范，预备备。俊伟开心高球，杀！好，大家怎么杀球呢？要请我们的第一名思婷来气化埋，预备备。思婷，思婷啊，思婷，把酒你安啦，你把酒安啦。来，俊伟小朋友再球。开心，杀！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思婷，谢谢。各位小朋友，我准备跟国手拍平头。好，你是一对一嘞，大家都觉得我们在欺负我们的小朋友。玉文，对一件，三对一，好不好？哇！三对一，好。那三位小朋友举手。一成。
你放心，我故意挑着让他们很挤，我那两个啊，路较大块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也在挥球拍。哦，加油哦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哦，这里一分对不对？过来，第二球。来，我几块？发球了，换你们发哦吼！预备备，开始！一层热线吧，继续加油，开始！小朋友，那往哪地方？各位小朋友，在一阵混乱中呢，结束了这个比赛，所以呢，冠军一样是我们的玉文，掌声鼓励鼓励！想要问一下玉文，他们这三位怎么怕呢呀？然后他们可不可以学个一年左右啊，就可以打到球？有没有可能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了，对吧？不过我们的玉文呢，跟我们的俊文呢，真的非常的努力练习哦，所以才可以变成我们的小小国手。你在台风营里啊，有一个东西非常的厉害的是，它可以这样子打，打一千多下哦。可以打三百多下。去过吗？预备备，开始来。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到我们的下一个单元，我们大家导个话，马上进到我们的下一个单元了，是跳一乐学堂，跳一乐学堂上课啦！耶！你准备来上课了，上课之前爱做什么嘞？是啊，你不讲好话嘞！今仔要讲的这句话讲，你着大家相听，你着大家相听，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对不？你着大家相听，还是三听拢会使讲？相听也是三听，你着大家三听，也讲袂。你着大家三听，好，有谁家己要量看卖无？好 ，Kevin， 你量完了爱讲你听什么人哦？预备开始。你就大家沙听。啊，你听什么人？公主姐姐。哎呦，谢谢啦！什么人？搁要甲我讲，你听什么人来？好，玉莹讲看麦。你就大家沙听。啊，你听。大家。你听大家。大家啊，对啦。我听你，大家三听，我听大家，大家嘛听我，对不？嘿，伊听大家哦，大家有去有玉莹听着无？无。小朋友，有啦，有听啦，很好，这是今日好话，传来要做啥物咧？要比赛。小朋友，试看麦，看看麦，又看麦，今日的话题是。哎呦，那个疼。猪蛙去游戏，猪来小海里，心清猪无水，心烦水满池哦。哈哈哈！解释一下，哈。便利商店二十四小时在。嘿，哦，快点。你会养不会？溪流溪，池来小海里，心清池无水，心烦水满池哦。哈哈哈！解释一下，哈。池外嘞，溪柳丝有没有？就一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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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池内小海里，小海就小在这个池里头有一个小孩子，心清池无水，心如果很平静的时候嘞，这个池子里头哎没有水波，无水哦，没有水。心烦水满池，心就烦就不足的时阵，就艰苦的时阵，嘿，这个池子里头池满满。好，小朋友们对嘞。好，来，佩蓉，你先吗？是表情吗？是表情吗？不是。就怕有关系。跟表情有关系。玉莹，你看麦。也当吗？也叮当不？也叮当，也叮当哦，你就搞叮当。会写来写去嘞。好，好，一层说答案。老师，
为什么有目睭嘞？因为六四是这爸爸。爸爸，爸爸是这个。朋友啊，朋友，朋友，六四是啥物？想看吗？眼睫毛，要怎讲？简单。眼球。到三工，眼球毛。眼睫毛怎么想看吗？眼睫毛哦，六七是眼睫毛，啊，小孩的。小孩老师这眼珠那个。珠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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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虾仁们那个。黑鳞，画珠人嘞，偷打鱼，那里面把珠里面的黑看看是什么？哟，这个就是眼珠子吼。心清池无水，心清滴无水，有啥物？心清滴就满眼泪，就不爱流眼泪。哦，胃口啊，心烦嘞。容易流眼泪。哦，容易流目屎就对啊。来，拢感觉是目睭，到底是不是目睭嘞？请我师傅甲大家讲。无唔对，答案就是目睭。掌声鼓励鼓励，真好听。抓落来，来看看我们第二题是什么嘞？第二题的谜题就是：头秋秋，尾瘦瘦，一嘴吃，一嘴吐。头秋秋，有无？感觉有胡须秋秋，尾瘦瘦，瘦瘦就是看起来很普通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一嘴吃，一嘴吐，就吃一个吐一个，吃一个吐一个。小朋友有问题不？玉莹上镜，玉莹你吗？你是水果吗？你敢讲？你敢讲？你讲你敢讲？你敢讲？真简单。你大拢免问啊，就是水果。因为食的物件。好，先哈你们。啊，这是啥物色？好啦，里面有白色、毛黄色的。对。白色、黄色的哦。好，搁有啥问题？可以你来问哦，可以你问看吗？讲答案会使，甘蔗，甘蔗，大家要怎讲？甘蔗，甘蔗，为什么又甘蔗嘞？它吸到然后甘蔗就不掉。哦，吸到它的甘蔗汁，它就会把渣吐掉了，对吧？所以你干嘛是甘蔗？哦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哦，一成你讲。冰糖。哎呦喂！人参啊。冰糖，冰糖，冰糖嘛是，嘛是算水果啊，对不对？一嘴吃，一嘴吐啊。哎呀，安尼嘛对哦。表决喽，根本是甘蔗人猜下手。两位小朋友，根本是冰糖的人猜下手。三位小朋友，莫紧，到底答案是什么嘞？请朴师傅甲大家讲。小朋友，恁捌食过甘蔗无？啊。咱普通食甘蔗的时候，对无？拢已经甲你写好势啊。对。所以唔知头里倒位，对无？你知影无？头秋秋无？啊，买嘞，买溜嘞，无啥物物件，干那甘蔗叶啊，尔对无？啊，所以咱讲头手手买素素，就是甘蔗迄个款型。嗯。伫咧土内有手，吼、哦嗯，啊一嘴食，食甘蔗的时候，你会规去甲吞落去无？袂。规只甲吞落去无？袂。袂啊，就甲配迄个，咱伫咧食了就甲配啥？对啊，安尼直接。所以答案就是甘蔗。恭喜 K 零，掌声鼓励鼓励。甘蔗，还是你即摆拢较平淡，直接去买甘蔗食。伊看到甘蔗，拢伊写好十七号写，对无？对啊，妈妈买就拢七号写啊。以前路边拢有无？一个甘蔗安尼长长啊，直接带啊去无？下甘蔗。是啊是啊。对啊。啊，即摆有这个迄、那个烘的甘蔗，对无？迄烧的甘蔗足好诶。安尼大家有了解，这个是甘蔗哦。好，紧接着马上进到我们的梁东阳。今日东阳的名叫做罗大风。罗大风，咱若要出门是爱扎什么嘞？雨伞。也是晴雨伞。无唔对，啊，罗大风是啥物代志？发生啥物代志嘞？来，心灵姐姐念一解哦。来，罗大风，透大风，天乌地暗，百里通，门口浸满水。有路行袂通，落大雨，透大风，鸡仔鸭惊未公，米起年只脚，惊到戆戆戆，啊戆戆戆啊戆戆
拜拜，开始。落大雨，透大风。落大雨，透大风。天乌地暗，拍雷公。天乌地暗，拍雷公。门口浸满水，门口浸满水。有路行袂通，有路行袂通。落大雨。代志发生的，请波叔伯甲大家解说一下哦。来，好，小朋友，咱拢捌拄到这个落雨的时，落大雨的时咧。嗯。啊，普通落大雨的时，咱走去倒位避咧？出来。恁会走去倒位避咧？出来。啊，若伫外口的时要安怎？便利商店哦。哦，去便利商店哦，安尼好，来，这真简单，落大雨、透大风、就刮大风，对不？天乌地暗，拍雷公；天乌乌，连土下嘛是安尼，暗色对无？门口浸满水，门口浸满水，对无？对无？淹水的时安那嘞？有路，行袂通，行袂通，对无？落大雨，透大风，鸡仔鸭行雷公，鸡仔好行雷公无？有，鸡仔鸭比咱人搁较行雷公。真诶真诶。啊，你知影无？鸡仔鸭行雷公，鸡仔鸭还要避去倒位？恁会走去便利商店对无？对。不过鸡仔鸭走去便利商店避的时，安怎嘞？啊？会叫人看出来？昨天叫人看出来。讲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便利商店二十四小时不打烊啊。哦，那是。因为讲不会啦。因为便利商店二十四小时不打烊。哎，你这搞的你。所以鸡鸭鸭无法度就避去这个泥子卡，泥子卡就拄啊讲迄个屋檐的下面嘞，这个所在是屋檐，对啊，屋檐迄个杂货的所在，就隐蔽伫遐。嗯，刚才咱即马落西堡的时，嗯，厝内徛乌托邦人，也是踅街的人，拢躲在那个走廊底下，对无？啊，大家表情啥物款嘞？惊到戆戆戆，大家安尼伫遐等雨来，惊到对无？刮遐大雨，但唔知要安怎对无？对啊，而且佫会拍雷公，上对啊，你看，所以这个是描写这个咱落大雨、透大风的时，迄个人的迄个情景，对无？有无？嗯，安尼大家有了解无？有哦，安尼 ，Kevin， 你要唱啥物？你要念一解对唔对？好 ，Kevin 来念一解。落大雨，嘿，透大风，很好。什么所在嘞？这个屋檐下，咱有两款的讲法，一个叫做泥子卡，泥子卡，啊，一个讲法叫做银子卡，银子卡，泥子卡也是银子卡都可以哦。好，小朋友，来最后两次盖，好不好？好。预备备，开始。老花红。Oh!
惯，会使讲骗过来，骗过去哇。小小记者，应该好好发生什么代志嘞？好好有什么趣味的代志要甲大家讲嘞？所以呢，小小记者爱加油，好吗？好。好，第一位小小记者，什么人嘞？哇哇哇哇哇哇！黑龙，黑龙，黑龙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大家好，我是记者南佩良。今麦这条新闻是一个真有爱心活动。就是建立国小，发动一个大家来做善事。因为即摆的社会需要真侪帮忙的游民，所以校长就发动每一个人一张发票，叫游民互伊有一顿丰富的一顿，希望借由这个活动会当互遐个小朋友知，因比遐个人更较幸福。以上是记者陈佩蓉，祝大家每一天幸福，每一天无烦无恼，食饱。真古锥，你才会讲大家好。佩蓉，你即马才二年啊，对不对？嘿，真正足厉害呢，二年伊第一讲啊足标准呢。是啊。而且伊的口嘛足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是啊是啊。啊，有啥物要注意的？哎，佩蓉，一张发票你去讲一遍。一张发票。再讲一遍。一张发票，一张，迄张啊变成一张发票，一张发票。迄、那个咱若讲到量词的时候，后壁来搁有迄个名词的是爱变调，吼、比如讲一棵一丛，一棵树咧，一丛一丛树，一丛树啊。还记哦，来发票一张，我们来讲。一张发票，一张。真好，嗯。所以是借由这个活动，看普通的话来讲就好啊。借到这个活动，借到这个活动，这个活动借到，借到这个活动，嘿，就真好，这个活动，嘿，就好呀，嗯，很好，掌声鼓励鼓励，就厉害。好，下一位小记者，好，我是什么代志？建轩，建轩。好，建轩小记者，我是山内小田，今朝我搁山内甲你报道啊、哦，大家好，我今摆要讲的是一件有趣味、搁有意义的代志，你爱甲你的耳孔尾哦，清清清做听，无你会后悔哦。这件代志就伫咧台北市南港区小弟国小主办的校庆，比如讲一年的小朋友跳操滚步。不过跳到一半，有一个小弟弟，伊的裙煞烂落来，煞烂落来，大家拢一直笑，一直笑，笑到当到坐歪。不过迄个弟弟足勇敢哦，嘛是继续笑出来，把脚步跳煞，真是足有效果的啦。啊，有一挂爱心爸爸、爱心妈妈，把家己的手落菜摕来预备。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来出来哦。所有得到的钱，一寡捐予厝内底较瘦的学生，需要帮助的学生，一寡留伫个学校做经费，实在是一件有意义、够应该做善事的代志啦。多谢大家，你若是敢教我讲啊足好，就甲我拍一个抱啊吧。好啊，我搁要双去别位报道啊，再见。爱生气的小记者对啊，啊为什么爱注意的嘞？生来生气的。一直介绍，我就讲出来咱的意义啦，哈，义卖义卖，义卖，意义的，意义，意义，意义，可以当做显书哈，这样就意义。好来，叫一个书哈，啊，甲小朋友提醒一下，这个东倒西歪。东倒西歪，笑得大家的东倒西歪，你做个姿势好吧？笑得东倒西歪，这个姿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咱这个动作，会使讲骗过来，骗过去，我骗过来，骗过去。
啊，那咧在啉烧酒啊，啉到安尼走路安东倒西歪，要来讲咧。茫茫走路的时候，东倒西歪。醉茫茫，醉茫茫。啊，迄个出过来，都出过去。骗过来，骗过去。骗过来，骗过去。啊，写字的时候写的东倒西歪，要来讲咧。写干啥咧？东倒西歪。歪过几次吧？什么？歪过几次？标准的歪过几次？哦，就困难的，再复习一次，笑到安怎？大家平过来，平过来，平过去。醉到安怎？平过来，平过来，平过去。写到安怎？歪过起床。东倒西歪，台语有遐侪讲话就对啊啦。嗯，安尼算了，足好诶。好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下位小朋友，什么人？我，什么人？来，旭元。好，旭元，加油！哈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记者李秀文，我即摆读大安国小。阮学校有一丛足特别的青树，伊也是咱的校树哦。为什么讲伊特殊呢？因为伫这丛树啊，四周围有足侪看起来敢若杉树。罐头的物件，你就会感觉足奇怪。为什么别个树拢无就只有这丛树着无同款的照顾？迄是因为伫十几年前，这丛青仔树着病着要死啊！学校请医生来看，伊讲医药费要20万。啊，不过迄时阵学校无经费，迄是要安怎嘞？结果是一挂历届校友做伙出钱，才将这丛青仔树救活的。将在伫树后的罐头，就是伊的救命神丹。伊嘛因为安尼，即丛青仔树嘛感觉特别的珍贵，还佫有意义。以上就是我对台湾国小校树的特别报道。嘿，掌声鼓励鼓励！校树，不过为什么是青仔树？来，小朋友，那青仔树是啥物树嘞？榕树。做一款的树。榕树。榕树。青仔树。青，诶，使两款头诶，一款诶，尖树甲青树，对。啊，我头一过听到呢，青啊树，诶，哦，青树，好，知影，还有啥物要注意诶？序言。感觉要哪讲？感觉真好，感觉吼，啊，很珍贵的一个讲，很珍贵。珍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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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珍贵啦，珍贵，诶，对啦，你即马收着吼，就好啊。嘿，很好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同学，波斯波你很好嘞，什么人是今日讲到上好嘞？而且波斯波来上看麦哦，波斯波。咱的新同学旭元。嘿，掌声给旭元，鼓励鼓励。新同学怎么就会哦？所以呢，新同学可以得到我们的高级水彩颜料组，再一次掌声鼓励鼓励。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进到的就是米卡伟秀。高跟鞋，我管他没那管他。预备，开始。甲大家讲一下，时间是3分钟，会使有几间放弃的机会？3届，未使讲到答案的字，而且一定爱讲什么？大意。很好，73分钟，预备备，开始。桂林，桂林，三零三零。哈，哈，卡车，不是，第三个字是哈，哼。那你真真吵。等会看。
来后尾，来先。哎，阮来来来，瑞放尿的时阵，白白啥？白啥？好，其他队，加油！Go！ 一只哩。苦飞，再做其他队，来。关大，关大，关大，就是高跟鞋，我关大啦，没啦，关大。是嘞，歹势，我先叫。欢喜，欢喜，欢喜，我又是来无得讲，欢喜。
对啊，我拄仔讲，伊拄仔讲，我先徛爸爸，赵长官，赵长官，救命着！这是其他的小朋友较唔知影的，啊，即摆小朋友知影无？知。很好，小朋友，台语愈来愈厉害，所以电视机前面，如果小朋友呢想要跟我们一起大家讲台语、学台语，嘛会使下辈来跟我们报名哦。所以今日台湾跳囡仔，拢有钱啊！